喂，你流血了。我流血了，凌轩，你快带我去最好的医院。流个鼻血去什么最好的医院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钱？我有钱，给你，都给你。我不要你钱。我早就想给你钱了，但是我知道你会生气。你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给你加楼层费。 订了多少外卖？还有奶茶，我都长胖10斤了，我都变成一个小胖子了，没有人喜欢我了。你是故意点我送的外卖的吗？老板娘说你送单有提成，我这是为了让你赚钱啊。还有你知道吗？你打工的那家拉面店，好难吃，特别特别的难吃。 喂，有那么难吃吗？凌轩，我赞助你吧，我认真说的，我不想让你再这么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你别老想着怎么帮我了，小兔兔。